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今天呢，不太舒服，因为昨天吃东西好像吃坏了肚子。但是嘞，不能请假，因为请假扣工资，我还是来上班吧。这是我们园区的大门口，园区环境还是不错的。这里有个缺点，就是离飞机场近，老有嗡嗡嗡的飞机声。哟，园区的孔雀，哎呦，正在开屏，已经合上了。哈哈，这里也有一个办公楼下面，不过我要迟到了，我得赶紧去上班。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啊，我同事啊说我穿的是那个戏服，唱戏的。我感觉他们活该单身，真的就是很直男呀，这是波西米亚风，他们竟然说这个是，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他们竟然说我穿的上戏台唱戏的。好吧，开始工作啦，上班吧。干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就觉得肚子很痛，不舒服了。我撑一把刚买的雨伞，是一人朝中徘徊流散，赶不上11点钟的末班，吹了一半的剧作我的晚餐。感觉坚持不下去了，要请假呀。这是300多天说完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要请假回家了，真的是受不了了。打工人的命运真的是，终于回家了，赶紧弄点这个艾草热水泡一下脚，看我就是痛的脸上全都是汗，痛到呆滞，给我痛的都全身是汗，头发都汗湿完了。看看我这头发都湿汗透了，一缕一缕的。我要吃点药睡觉了，拜拜。